老爷，七少奶奶来了。爸爸，起来很早，这很好。你母亲在屋子里呢。那我先去看看他。进来，妈。哟，是青丘啊，来坐下。听说你早就起来了，昨晚大概一宿又没睡吧？其实今天还有好多客人呢，你应该先休息一会儿，好招待他们呀。这倒不要紧，在家读书的时候，我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。在我们那会儿，老太爷正戴着大红顶子做京官呢。前清的时候讲的是虚伪的排场，晚辈见了长辈就毕恭毕敬，哼，好像衙门里的上司和下僚一样，真没意思。是啊，所以到了我的手里啊，自然就不要这些老规矩。我和你公公到过几个国家，见到人家外国人家庭啊，大小老少行动各行各变，比我们中国家庭啊有趣多了。是，不过有一点，他们太提倡小家庭制度了，儿女成家就不和父母合住了，钱财方面也分给彼此，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太上天合了。所以我主张折中两可。是啊，你是个还没有出学堂门的青年人，自然封建家庭的老规矩你是不赞成的。不要以为我们做官的人家就有那些虚套，其实我认为啊，一家人相处只要和和气气、快快乐乐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我看你身上倒没有那些浮华的习气，这点很好。老七这孩子啊就比较浮躁，你可以帮他纠正很多。今天我告诉你这些，就是好让你有个定盘心。是，妈妈。你公公在巴黎的时候啊，提倡国货，喝豆精乳。我现在早上每天也要喝这个。青丘啊，你也来一点吧，啊？这是给您准备的，还是留给你自己喝吧？小红，在。给七少奶奶上一碗豆精乳。哎。喝吧，可好喝了。少奶奶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太太特意让我为您准备的，你快喝了吧。谢谢咱妈。起来了。快醒醒。你看几点了？恍惚中听见你早起来了，为什么这么早？知道了还不起来？以后啊，你可要早点起床，这样也可以温习温习功课，做点上进的事儿。哟，刚做人家新娘子，就开始教训起人家来了。这句话呀，放到蜜月之后再说吧。啊，少爷，您也喝碗参汤吧。哎，我不喝，帮我拿一杯茶来。是了。为什么不喝啊？我需要用它来补吗？哎，笑什么？我很可笑吗？我笑自己呢。喂，是我，是我的好妹妹吧？你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想找你老姐姐撒气呀？是我，嫂子。哎呦，嗨，是嫂子，我还以为是秀珠呢。秀珠妹妹很想你，想请你来家里玩玩。
什么？他吃安眠药了？现在怎么样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逃走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两天说话老是跟我发狠。我这还算狠吗？我要说的还没说呢。我是因为家里面办喜事儿，懒得跟你吵。你等过两天的，我一笔账一笔账的跟你算。这就奇怪了，我这两天有什么不是？你自己做的事儿，自己不知道吗？还没做错事儿，又是青衣又是大姑娘的，左拥右抱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真是个醋坛子，这点事儿不都说清楚了吗？唉，怎么今儿又倒腾出来了？哎，你还想抵赖呀？这可是你自己招出来的。你呀，那天慢慢哄着我，让我把实话全告诉你了，到今天才来翻我的案。谁要跟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说话呀？好好好，我不跟你闹啊，我让着你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妹妹昨天晚上她差点就……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醒是醒过来了，可是什么话都不说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就是啊，我快走吧。秀珠妹妹，玉芬来看你来了。太太您看呀，怎么还穿着这身衣服呀？哎呀，说什么也不肯脱。妹妹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咱们往后慢慢的瞧。对，我就是要慢慢往后瞧。好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就是要往后瞧。哥哥，对不起，让您受惊了。你是了解我的心意的。对，就是要想开一点，把这件事放下，这样以后人才能活得自在一些。你看，大哥的心思跟我是一样的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犯傻了。谁能在一个爱人的时候轻易放弃呢？妹妹，人家已经结婚了，不是吗？结婚也有离婚的呀。妹妹，看不出你还有这种心思呢。妹妹，你必须听我的，你现在立刻做个决断，不能再这样糟蹋自己，为了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费这么多心机。我求求你们别再说了。玉芬，哎，你好好劝劝他。好，他就听我的，是不是啊，妹妹？这是我上次和燕西去庙会买的，怎么样？这个钻石戒指真是不错。自然不错了，要是不好的话，我也不会收的这么好啊。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越时髦越好，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东西了。你戴的还合适吗？倒真挺合适的。你既然这么喜欢，那就送给你好了。你送给我？我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，难道还要假意不成吗？我绝对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说你口是心非，只是这个戒指也是你心爱的东西，我岂能夺你所爱呀？这你就不对了，戒指是我自愿给你的，并不是你强要的。既然你诚心诚意要送给我，我要是不收的话，倒有些却之不恭了。那好，那我先谢谢你了。哎，怎么鸽子回来了？他们自己飞回来的，我看到以后就把他们放回笼子里了。既然你可以把鸽子找回来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小莲找回来的。我已经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你说我还要到哪里去找呢？
只要你用心去找，一定能找得到的。我也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。说真的，叶西兄，看到你不惜一切努力，终于娶到了冷清秋小姐做妻子，而且如此的幸福，我觉得希望就在我的眼前，等待着我跟小莲呢。春江，你的这片痴情，小莲一定会感觉到的。这么懒的人，午觉睡到这个时候才起来，谁睡了？我是刚换了件旗袍。哎，楼上静悄悄的，那位新少奶奶在哪儿？啊，好像是在母亲那边吧。你别看她人不大点儿，倒挺会来事儿的。你看母亲多喜欢她呀。这个年头啊，像她那样就对了。要不老七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，凭什么偏偏就让她给笼络住了？哎，不错呀，新买的，是人家送的。净瞎说，你又没有过生日，你又没有办喜事，是谁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呀？这礼贵重吗？挺贵重的，50块吧。你说50就50吧，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这是今年正月里秀珠送给我的，我刚找出来。这东西要是让老七看见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感想。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，我真后悔啊，当初给他们当和事佬。哎，想起我们以前的事儿，真是过于梦浪啊。过去的事儿就别说了，以后白秀珠这三个字我们少提就是了。还好意思提到人家吗？青叶闷心，说句公道话，老七以后还怎么好意思见人呢？岂止是他一个，他们家那几位小姐不都是这样吗？说句迷信的话，这也是个人的缘分，没缘吧。这不是大少奶奶的声音吗？是她的声音。大嫂，是七少奶奶吗？进来坐会儿吧。不了，我回头再来吧。啊，好。从这儿经过都不叫我一声，单单只叫大嫂，这也就罢了。可是你请她进来，她都不肯赏光。我看呢，她是做贼心虚，说不定还在门外听我们说话呢。该不会吧？我去看看。看来，在这个家里面，教育男人倒不重要。教育这些新人才是我们的本分呢。行了吧，说得好听，我们连教育男人的办法都没有。怎么，大哥还没有回来？可不是吗，好几天没见着他的影子了，也不知道让哪个骚狐狸给绊住。三嫂，大嫂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老七来了，快坐。事儿倒没什么事儿，这个只不过……哎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呀。嗨，老七，难道你娶了一位学问高的少奶奶，你的身价提高了，就不愿意光顾我这儿了是不是？哟，三嫂，玉芬，过来这边坐。这话我可承担不起。老七，你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，今天要不是我去请你的话，赶明儿你在别的院开个门，都不愿意从我这儿经过了吧。嫂嫂，您这话我就越发的不懂了。老七，你不愿意到我这儿来，大概这位新少奶奶也是得了你的教训，在这儿跟大嫂都打过招呼了，怎么就是不理我这位主人翁啊？行了，玉芬，你少说两句吧。这肯定是个误会，都是嫂嫂们，怎么能分个彼此呢？回头我问问她去。嗨，我也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可别问她，她是个新人，你要问她的话，她面子上过不去。再说，我也希望这是个误会，不是？嫂嫂，看来我先给您赔个不是，
完了之后明天再带他来，再给您赔个不是，您看行吗？我哪承担得起啊。哎，得了得了，咱们别聊这个了，越聊越是误会。到了晚上你们可以到我那儿打小牌，现在我得回去了，陪秦秋回门去。你快去吧。我说呢，没看老七这么急过，原来呀是去看岳母，那我可不敢耽误你的时间了。我求你了三嫂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啊，大嫂我去了啊。回家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不也是咱们家吗？故地重游啊。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分明是你荒唐的证据。荒唐的证据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咱们的婚姻也是一件荒唐的事儿喽？其实蛮可惜的，这里还留下好多东西，不能搬回咱们家去呢。嗯，把它留在心里不就行了？心里这儿吗？啊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妈，舅舅。哎，印象多好。哎，好好好，你们也挺好的吧？啊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妈，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掉泪还有话可说，现在我都回来了你掉泪做什么？你看你，秋儿是去享清福了，你这真不开眼。这哎，七爷这边坐啊。行行行。哎，七爷喝点什么呀？啊，不劳累了，有什么喝什么吧。你看你见外了不是？哎妈，哎，七壶龙井是啊。秋儿怎么样，在那栋大家庭里还过得惯吗？妈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咱们家跟人家相比自有天壤之别，过惯了咱们这样的生活，到那边怎么会过不惯呢？你就放心好了。七爷，您在总理面前听他提起过我吗？好像还没有。七爷，喝茶喝茶啊。好好好，劳累劳累。你还是个孩子，突然嫁到富贵人家肯定会受拘束，再说金公馆姑子妯娌之间人多嘴杂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可别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。这我懂，再说公公和婆婆对我也很好，结婚那天公公讲了一番话，他说婚姻不讲阶级，贫富平等。那天啊，幸好婆婆一直护着我，要不我还不知道要被他们折腾成什么样子呢。看来金公馆的老人还是挺顾大体的。倒是白雄起白副总理关照部里，让他们千万对我要尊重。有这种事儿？我们家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倒觉得人家是好心，要是总理没让他转达，那一定是他为总理考虑得很周全。嗯，就算是吧，但是也不好说，反正你们官场上的事儿我是弄不明白，也不想弄明白。是。妈，别看公公那么大年纪，他身边还有位非常年轻的三姨太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，有钱的人家都是娶好几房姨太太的。可是这姨太太才二十多岁啊。是吗？我现在才发现，人真是种脆弱的动物。你能够发现自己的脆弱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况且你还能说出来，已经很勇敢了。谢谢你安慰我，可你这么说，也是在我伤口上撒盐了。你这样老和自己过不去，
只会消沉。我也不希望这样，可要是换了你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说。你说。作为一个人总要勇敢一些。你看柳春江，小莲跑了，他还是去寻找。在机会没有失去的时候，人总要勇敢努力啊。可是现在青丘已经成了燕西的太太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不是燕西强迫的结果。你要相信他是一丝委屈也没有的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就不要再去打扰人家了。作为一个男人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。唉，道理我自然是知道的，可你总得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来平静这一切吧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。老爷，哎，胡乱喊什么呀？喊，烦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？七爷，柳少爷到处找您呢，在您的书房等着您呢，说是有十万火急的事儿，说是呀，要找不着您呢，他就不想活了。他也没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，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小莲出事儿了。咱们快走吧，赶快去吧，反正以后常来常往的。好好，我们走。七爷，我看看什么？看备车呀，赶快。哎，是，走了。哎，好好。七爷少奶奶，你们回来了。哟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太太召集人呢，说少奶奶回来的早，也过去。那这样，你先回书房，我去母亲那儿看一下，一会儿就过去。好。哎，春江。燕西兄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莲有消息了。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嗯，暂时不知道。既然有鸽子捎信过来，我相信他离这儿不远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等等，他在白雀庵呢。原来你知道。是小莲让我一定不要告诉你的。那他出家了吗？他现在在斋房里面做点粗活，看来还没有死心呢。舍得吗？还好吧。坐吧。那总是舍不得的。西风，平时你们母女俩相依为命，如今分开了，怎么会舍得呢？又不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，有什么要紧？倒是像几个姐姐都是出过洋的，千里迢迢，远山远水，可您老人家也没有说个舍不得啊。我就非你母亲可比的了，我生养了这么些个，平时都被他们累得够呛，要是能走了两个图个清净，我还巴不得呢。可你母亲就不同了，就你一个，你一走啊，她就孤单了。虽然是同住一个城市，可女儿毕竟是人家的人了，心里难过也是难免的。妈说的也是。啊，我想啊，亲家母要是平时没什么事儿，可以常来常往。我呀也是闲人一个，要是不出门不打牌，我就喜欢找个人聊聊天。亲家母一来啊，我肯定欢迎，还多个聊天的人呢。啊，要做别的事的人没有，要找聊天的人家里还不有的是，何必眼巴巴的盼着冷家伯母来呢？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物以类聚，你们年轻人哪和我谈得拢啊？
我们这些人真也叫饭桶，难道陪母亲说一句这么简单的话都办不到吗？倒不是陪不过来，而是我这个人啊，人老珠黄不值钱，没有法子让你们陪着了。妈这句话呀是自谦之词，可是这一谦就不太妥当了，你把人家冷家伯母啊都拉在内做了一个陪客。哎，打错了吗？这个10000不能要了。啊，该打，我这人说话哪会绕弯子。青丘啊，三妈，你平时喜欢打牌吗？不只是不喜欢，我还不会打呢。这样好，别像他们那样没出息。我看母亲讲话总是偏心的，偏也就偏了，还非要不用脏字的骂了我们，捧了别人。三嫂的话真像一把一把的匕首啊。雨芬，开玩笑也要讲分寸，惹母亲生气了不是？我没什么不高兴的，倒是你们不要不高兴，那才是我希望的。就是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当初我进门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护着我的。原来你还记得啊，难得你是个嫂子。道之，少说几句。好了好了，继续打牌。青丘，你也入乡随俗，学习学习打牌呀、啊、这样也多了一件和姐妹之间玩闹的事情，别总是看书了，看多了也伤身子啊。我知道了，不过刚才听金荣说好像柳春江找到了小莲的下落。什么？那不赶紧去找？配方，这是你的事情啊。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那有什么，抓回来打一顿是他，不打也是他，反正是你的陪嫁丫头。我看小莲这姑娘是应该教育，可这次情有可原，毕竟她还是个孩子嘛。大姐说的是，都不知道有什么结果了。妈，还是我先去看看吧。我也去。你凑什么热闹，大着个肚子。行，你去吧。青丘，你等等。大嫂，我去找小莲回来恐怕不大合适，她见了我或许还会害怕，可是她毕竟从小跟着我，说是我的丫头还不如说是我的姐妹，我也不想让她有个三长两短的。我想请你帮我带个话，就说我非常想让她回来，我想她会听你的，不过她回来也不能在我的房里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瞒你说，你大哥对她有了不好的想法，所以她才会离家出走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肯的话，可不可以让他到你那边去？其实他是个非常勤快的孩子。大嫂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那谢谢你了，青丘。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？我们甚至找一位叫小莲姑娘的。这里是佛门圣地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大师，她不是庵里的人。对，她只是在这儿干粗活。请问你是她什么人？她是我未婚妻，我来娶她的。哎，大师，求求你了，她真的是她未婚夫。看你们二位不像简谢之人，那你快快进去，快快出来吧。阿弥陀佛。谢谢，谢谢大师。燕西。哎，青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把小莲接回去的。太好了，一起进去吧。小莲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春家，我听说你离开了金家，我想方设法的再找你。我找你找的都快变成病人了。你别再找我，为我这样一个人不值得的。难道你忘了我们所说的话了吗？中秋节的晚上你全都忘了吗？我忘了，你也忘了吧。
我忘不了，我会永远的记住。为了你的家庭，你的父母，还有你的前途，你把他忘吧。还有那位可爱的林小姐。可是我爱的是你啊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足够了。对我们两个人来说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是个梦。你怎么变得如此的悲观啊？我在这生活的挺好，这是我最好的归宿了。刘先生，我辜负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回家吧。我有什么脸面回家呢？要是太太知道了，她也不会让我回家的。我母亲她一直很惦记你的。是啊，大太太也说一定让我把你带回去，以后你就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们俩作伴。七少奶奶，小莲，从今天开始你还是跟着七少奶奶吧，她是读过书的，跟着她也好上进一点。是太太。我们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大少奶奶也还是挺疼你的，你的事儿她已跟我说了，让你跟着七少奶奶也是为了你好。我活到这把年纪，看着你们年轻轻的真是羡慕，今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是太太。唉，可怜的孩子。我觉得是名字不好，干脆给小莲改个名字吧。我看她自己改的名字不错呀，彩虹的彩，莲花的莲，雨后出露尖尖角的莲花，不错。你乱说什么呀，文理不通的。妈，我先带小莲去休息一下。去吧。年轻人呐，为了感情真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。妈，您觉不觉得柳春江追求小莲和我们家燕西追求青丘有些相似的地方？比我和青丘那可完全不一样。你们哪里知道我是怎么得到青丘的呢？我们啊，不用问也不想知道。你们是不会理解的。好啊，你和青丘的婚事没有大家的帮助，爸爸妈妈的理解，能有今天吗？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。是姐，为了表示我是有良心的，在这儿再谢一次。谢谢谢谢。别傻贫嘴。这么说大家是想促成小莲跟柳春江的事情了？那倒不一定，但是如果能成功岂不是一件美事？小莲到底不是青丘，青丘受过教育，识大体懂道理，虽然出生贫苦了一点，可是论娶祖辈，说不定我们金家也是穷苦出身的，只是后来的人还真气，把香火传了下去。对于青丘，我认为他本身不错，而且对燕西也挺好的，小莲就不同了。母亲说的极是，柳公子家的父母怎么比得上咱们家的爸爸妈妈那样的文明开通呢？万一……但愿别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就好。别的我也不会说，只希望你以后能在我这儿恢复一个好心情。谢谢七少奶奶。看样子你还是和我很见外，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人好了。小莲不敢。看你说的。好了，
这里你应该比我还熟悉，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嗯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小林安顿好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外面不是有个人需要照顾吗？啊，忘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柳春江呢。嗯，他这个人啊非常难缠的，好不容易把他劝走了，不然非住我们家不可。又是一个痴情的人啊。又是，看起来他痴情的程度跟我差不多啊。谁和你耍贫嘴啊？好好了，母亲问我们是要自己开火吃饭呢，还是到他们那边搭一锅？嗯，我吃东西很随便的，也不挑什么口味。我是新来的人，随便搭哪股都行。真是随便都可以吗？嗯，我说不好，你说我们应该搭哪股？现在合适的只有母亲和五姐六姐那边，你觉得呢？那就去母亲那儿吧。喜欢妈妈那边是不是？好了，今晚吃饭的时候跟母亲说一声就可以了。嗯，那个，多吃点啊。三嫂，你来了，吃过晚饭了吗？我们哪有福气到上房吃饭呢？三嫂多能干，自己开会儿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多嘴。我们家是很随便的，没那么多客套。坐。是啊，家里人不要太客气了，以后就随便吧。哎，青秋姐，我听说你网球打得特别好，咱俩一块儿去打网球吧。打就打，可你也得先让我把脸洗洗啊。那你还回房间呀？干脆在这洗一把得了。走。走了啊。呵呵，三嫂，来。玉芬，又怎么了？我倒看不出，你这人真沉不住气，三天两头的跟老三就是一场。你看看我，受了凤举多少气，可我对凤举是什么态度？这是不是合了古人那句话，小人得志会癫狂吗？那新娘子倒会巴结，她和母亲一处吃饭，可是你巴结你的，你得你的宠，谁会保你大一尊大佛？你就保佑谁，别人无所谓。可是你不能在别人面前托大呀。今天是我去的不凑巧，去的时候正好碰见他们在那里有说有笑的吃饭，我去了没多一会儿，他们饭也吃完了，人也走光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，恶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过不去，我倒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不会吧，一点事儿没有，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呀？我也是这么想啊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何至于对我有这样过不去的样子呢？这肯定是误会。不过他特别的跟母亲在一处吃饭，又故意表示亲热，确实让人看不过去。虽说是对上人无所谓恭维不恭维，却也不能做得太面子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哼，如今的事儿啊，就得做得这么不要脸才对呢。你说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做什么了呀？何至于他这样，太不像话了，简直。他说为什么他们小两口就要跟着太太吃，三少奶奶还说你们这位新少奶奶呀，看不起他，不肯理他。哎呀，那可冤枉他了。你别看他年纪小，可是他那心眼啊可好着呢。他知道自己不是大户人家出身，所以夹着一辈子的小心，哪会瞧不起人呢？你不知道这里边啊是有原因的，三少奶奶是白小姐的表姐嘛。这事儿我早就知道，以前白小姐和七少爷的事儿不就是三少奶奶做的媒吗？再怎么着，三少奶奶还说了好些个不受听的话呢。她说、啊、哎呀，这话你可千万别乱说，这是非同大小的事情，说出去可惹乱子。得了，我不说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回头太太叫起媒人啊，又该骂我了。小林，哎，
到我房间里来一下吧。七少奶奶，小莲，不用了，你还是帮我把灯关上吧。啊，是。少奶奶，我帮你沏了一壶菊花冰茶，你就别忙了，还是过来陪我坐坐吧。哎呀，少奶奶，那小莲可不敢，有什么话您就尽管吩咐吧。你还是快坐下吧，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可客气的。你回来这两天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对了，我还没有问过你，你多大了？我自己也说不上来，很小的时候我就被拐子拐卖出来了。那我就叫你姐姐吧。少奶奶，这可不行，怎么能这么论呢？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可怎么得了啊？我也是刚嫁到金家，许多规矩我都不懂，以后还是要请你多多指教我。少奶奶，应该是你提醒我才对啊，您可真是个好人，七少爷可真有福气。哎，这块空地啊，家里人一直希望弄个后花园，可是父亲不允许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房子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栋房子以前是我的一位表姑住这儿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搬走了，这房子又一直空着。怪不得这么凄凉呢。不过你倒清静自在，我挺喜欢这儿的。什么时候咱们也搬到这儿吧？住这儿？我才不住呢，这么破。为什么？好好的房子干嘛让它空着？东西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哭了？没有啊，好好的，干嘛要哭啊？你别赖了，眼睛都红了，不信你照照镜子。哟，你说谁没良心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你要不说清楚，就别想吃饭。你想吵是不是？这家没法待了。哎呀，别生气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，不待你就不待，反正你也是自由的，又没人捆住你的手脚。